下面呢，我们看第一个方迎敲散。迎敲散是温病调变上一张很重要的方。这个方虽然说是温病调变，实际上呢里边都是一天四在临证指南医案里的很多处方里吴鞠通归纳总结出来的，和等用药这种特点技巧。这个它主治症候是一种外感风热邪郁的肺胃症，这邪郁肺胃症呢是强调了外邪侵犯体表，邪症相争在体表为主啊，但并不等于说是不涉及肺系，不涉及到纵向的呼吸道，都涉及，但是它和迎敲散和桑葚比，和其他方比呢，它侧重在于发热，发热是邪症斗争体表皮毛了，这个为特点了。所以从外感风热来讲，我们还是看它风热作用于体表以后产生的这个这个表现了。从性质来讲，风和热风性疏泄，热性生散，风性疏泄，热性生散，侵犯体表和体表的胃气相作用，初期阶段必然有个邪欲积表，外邪毕竟是闭欲积表的时候呢有一个无汗的阶段，由于风和热基本是阳邪，邪症相争必然发热重，恶寒轻而短，这是它的特点。因为从理论上讲，恶寒发热同时并见才是表症。那个风热和人体体表阳气两阳相争啊，那发热必然重。为什么说恶寒轻而短呢？初期在无汗阶段，那邪症相当于表，正气不能够温煦体表，可以微有无汗。由于温热病邪传变快，前面说的发病邪传变快，很快就有入里之势了，表热还在，里热出现很快。那这个时候呢，随着病邪的在入里呢，那这个恶寒就这个可以没有了。所以在温病调变上讲到迎敲散主治的时候讲太阴风温，太阴肺风温了，风温初期啊，但热而不恶寒者，心凉平气，迎敲散主治。光发热不恶寒了，这个时候他提到这个了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什么说明表症啊，外感的风热或者风温初期那个温热病邪开始入里了，那这个时候呢里热开始，早期里热又产生了，那这个时候逼迫津液外泄了，就会有汗了。而这个时候的有汗呢，往往是有汗不畅，为什么体表也表邪了，汗出不畅，所以完整的讲应该无汗或有汗不畅。脉浮数是浮脉是主表，数脉主热了。这前面温邪犯胃这一段应该说它的主症部分，特别是发热重，恶寒轻而短，脉浮数，这是它判断在风热犯胃再表的一个基本见证。无汗或有汗不畅呢，反映了动态的温热病邪在由表开始入里的两个阶段。热邪蕴积成毒呢，可以引起咽痛，严重的红肿疼痛，所以这个方也能治扁桃体炎这一类了，它兼有一定的表症。
咽痛早期热毒的一种反应。当然这个它以温邪犯胃为主，肺系也会涉及，所以在这方里作为一种次要的兼症，运气程度咽痛这些是主要的兼常见主要兼症啊，咳嗽啊口渴啊，这个在整体一个辩证当中是需要的，但作为病人痛苦方面来说，比起这个寒热啊咽痛这些来说呢，次要一些。换了伤菌就不同了，伤菌是咳这个就成主症了啊，它是肺系为主的。这个邪热伤津可以口渴，早期温邪犯胃的时候，早期可以口不渴，有开始入里了，有一分入里热邪啊，里热也有一分产生，就一分伤津。至于它舌象脉象呢，也反映出一种动态的里热出现，舌边尖红，舌苔薄白薄黄，反映了两个阶段，里热明显不明显，明显的开始有薄黄苔出现，不明显里热，特别在这外感风热初期的时候，恶寒还在，那当然苔薄白。所以从这个银翘散的症来讲，应该说有汗无汗，可渴或者不渴啊，这个舌象都反映出一个动态，反映出一个动态。所以这个方呢应用当中应该是灵活的动态的使用啊，灵活动态的使用。所以在学习讨论这个方的时候，动态性非常重要，并不是你一个一个药物的功效知道了，整个方背下来就行了，使用当中是灵活的。所以这病机呢，它是外感风啊，这个外感温热病邪或者风热啊，初期的时候以邪郁肺胃这个系统为主啊，这个系统为主。那治法方面呢，心凉透表，心凉透表还是以发散为主了，散邪为主了，外感病啊，但是它已经开始出现蕴积成毒了，所以跟清热解毒相结合。因为蕴积成毒以后病邪发展很快，所以提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他这个强调就是说传变很快的，传变很快。那作为主要的表的阶段还是透表为主，结合的清热解毒是清里了。这个方里方义分析呢，因为这个方一类方是全面掌握的，从组成啊功效组织一直到这个用药的特点了，配伍特点了啊，方解的各个方面都是全面掌握，带有很多代表性的。君药呢银花连翘啊，方义分析了，但这个呢又是一个疑点，讨论争论很多的。历来我当学生的时候呢，那当年的老师们看法也不同，当然当年的二版教材里边银花连翘呢是君药，但秦伯伟先生呢，我们内科当时包括感冒就是啊秦老讲啊中医内科学，他认为啊这个金芥蛋都是君药。所以历来那个对这个君药的讨论呢也是一个很麻烦的，因为银花连翘在中药学里边是在清热解毒药，
啊，清热解毒药是银花清热解毒药头一个药了，对吧？很多书都是这样，它是疮痂之圣药。这个性味呢，有很多书直接写苦寒，哎，辛苦寒，有些这样写啊，因为它针对它清热解毒的特点了。当然我们前面提到了银花连翘和它用量也关，用量大了是清热解毒啊，一个药用量不团不同的一个阶段呢，体现的一个作用这不一样的。应该说啊，全面权衡呢，多数人啊，银翘散、银花连翘是君药。虽然它在发散方面力量不足，应该说整个辛凉药啊，辛凉解表药发散力量都较小。银花连翘呢，因为它们是花叶类的，啊，特别银花了，它们银花连翘两个药都很清啊，又有清热的特点，清热特点又很清呢，它清清宣透，可以有一定的宣透表邪的作用，啊，只能说它有一定的宣透表邪的作用，解表力量并不大，啊，并不大。但是它有个多功效了，第二个它擅长清热解毒，擅长清热解毒。由于在这种温热病邪侵犯人体、风温初起这种阶段，发病急、传变快、郁结程度快，它可以兼顾到清热解毒的方面。由于这类方面用量不大，啊，能起到先安胃、收邪之地，就前面一节郁结程度我挡住，但是不会引邪深入，因为用量不大。这个才是用在透散表邪用量范围之内的，所以要注意银翘散用量特点了。它整个做成初散剂，总量一次才用6钱呢，18克了。虽然银花连翘比例用量比例较大，从比例上各一两，啊，但是它这个总量用的不大，所以清热解毒力量并不太大，有清热解毒作用。第三个呢，银花连翘有芳香辟秽的作用。芳香辟秽呢，一考虑到温热病邪都容易兼夹秽浊，啊，所以这三方面结合，它能全面兼顾。它发散力量小的短处呢，可以用成药来增强它，啊，但毕竟它还有发散作用。现在我们临床用一些金银花连翘本身来说，啊，还是有这种透邪啊，啊，这个作用，所以应该还是作为君药。如果你以荆芥淡豆豉做君药的话，和君药的定义呀，就不相符合。君药针对主病主症，起主要治疗作用。那主症这是风热表症啊，病机啊，这两位心耳微温啊，荆芥淡豆豉，毕竟是温，所以多数意见还是银花连翘做君药为妥。成药呢，这里有两组了，成药有两组。第一组呢，可以看作荆芥淡豆豉在方中地位较高，而且呢，灵活运用啊，这是程度比较大的。在中药学的辛温解表药里边，可以说荆芥和淡豆豉啊，是辛温发散力最平和的，啊，最平和的。这个荆芥淡豆豉虽然最平和，比起辛凉的毕竟发散力量强，也就是最平和的辛温发散药，都比那个任何一个辛凉药呢发散力量都强，啊，毕竟温散啊，啊。
这两个药用金剑碎啊，以疏风散邪了啊。这个丹豆豉呢有两类了，有一类是偏于心凉的，有一类偏于心耳微温。心耳微温是用麻黄水加工的，心凉的是用桑叶水加工的。温病条辨上呢比较明确说这丹豆豉呢是用麻黄水加工的，所以心耳微温的啊。那在整个心凉方里配少量心耳微温的药，来增强君药银花连翘的发散作用。那它的温性啊，在整个这个方的性凉苦寒为主的方里呢被制约了，哎，它的温燥之性呢，温性被制约了，但是它的发散的这个力量啊，这个功用啊给保持了，也留下了啊，它能够增强它们发散作用，这叫去性取用，也是用药物配伍成方组成方剂常用的一种形式，去性取用啊，去性取用。这是荆芥丹豆豉啊，助君药散邪，体现去性取用的用法。薄荷和牛蒡子这两味药呢，它一方面清热利咽喉啊，清热利咽喉，增强这个银花连翘啊这种解毒作用。像薄荷这个药也是多功效的了，它有清清宣透发散表邪啊，有清理头目这类方面作用，同时呢薄荷也能清热解毒，用量大可以清热解毒，很少量呢它可以啊疏肝，疏肝清肝一般用于少量，就相当于逍遥散里边薄荷少虚啊，肝郁以后怕它化热了，既要有疏肝又有清肝，防止肝郁化热啊。牛蒡子呢擅长于清热利咽喉，也能呢啊疏散风热，疏散风热清理头目啊利咽喉啊，所以这两味药呢它是从助君药又能散邪又能助它解毒清理咽喉。佐药呢有三味药，从不同的角度，温病学派很强调啊给邪以出路，热邪多种出路，对胃外散呢、啊，对内清啊，对下利呀、啊。这个桔梗这个药在这里呢，既针对咳嗽、宣肺止咳，它本身平性、寒凉方里都能配，而且桔梗和甘草相配，后面也能够利咽喉。桔梗甘草汤，啊，芦根考虑到不是口渴吗？温热病邪容易伤津吗？这里都是动态使用的，口渴不和或不渴这种不同阶段呢，用量大小可以调整。竹叶清心利水的，可以开始入里的那个热啊热毒从小便排出，而且有保护心神的作用。考虑到很容易伤到心神，所以别看这三味佐药，考虑到多给出路多种途径，所以对于这个温热病邪侵犯人体外散内清，清热解毒下利啊，下面可以清心利水，给热邪多种出路。用甘草呢可以调和药性，同时可以结合啊这个桔梗呢也可以解毒利咽喉，所以这个方里考虑的方面非常全面的啊，非常全面的。从他用药这个方义分析看来呢，
它的配伍上有这两个明显特点。第一个呢，它这个新粮的方，新粮解表方中间配伍少量的辛而微温之品，使得荆芥淡豆豉，体现了一种去腥取用的方法。那这是配伍中的一种技巧了。在后面将要学到的一些方剂里呢，还有很多配去腥取用这种方法了。从这样的去腥取用方法呢，来增强君药啊，增强它的辛凉发散作用。第二个配伍特点呢，整个方是以辛凉透表为主的，但是它配了清热解毒的药物。辛凉透表与清热解毒相配伍啊，体现了整个方清疏兼顾，以疏为主，疏是疏表解表，清是清理，包括清热解毒啊，它表里兼顾的，是照顾了温热病、发病机传变快、容易运气成毒的特点。但是全方要注意，还是以疏为主，以辛凉解表为主。这是银翘散体现的两个配伍特点。银翘散在运用当中辨证要点呢，那是从开始感受风热病邪或者风温初起，可以有微恶寒啊，但以发热为主，初期也发热中恶寒轻，后面可以淡热不恶寒，这是一个动态的，前面我们讨论了。它重要的兼证是咽痛常见的，口渴呢是根据这个温热病邪隧道里症啊入里的一种不同程度，反应的明显程度不同。脉浮数，这是使用它的一个辨证的要点，使用的基本依据。的使用注意呢，当然风寒和湿温病加湿的不适合使用了。在服法上呢，这个方不宜久煎。所以温病调变的银翘散煎服法要求啊，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煮，非要取清清，过煮则味厚入中焦矣。这段话的意思呢，前面的好理解，即取服不能过煮，非要取清清啊，非清不举啊，作为味分上焦为主的啊，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啊，这个原则。他说过煮味厚入中焦什么意思呢？入中焦实际上指的气氛，味厚相对辛凉来讲，就是里边往往以苦寒为主了，辛凉的成分啊，芳香辟秽成分过煮着挥发了，味厚就剩下来的苦寒类的啊，那个清气氛的清理的这个为主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银翘散的煎服法要求呢，是必须重点掌握的，它是保证这个方的疗效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了。当然作为剂型选择上也应该注意，这个方本身用的是逐散剂，为初散以后要煎服，煎一下时间很短。他原来说服三五服，开三五开，形容它很短，香气大出即取服。当然你做成丸剂以后会影响疗效，丸则缓也啊。
尤其是正清矫重，那更应该汤剂，汤者当也，因为它的主散剂带有汤剂特点，药力布散快，发挥作用吸收快了。这随症加减就是围绕着温热病邪侵犯人体有可能产生的一些方面。我们说温热病邪发病机传变快了，伤筋快了，肩胛会浊啊，容易蕴积成毒啊，以及呢它既伤及到肺胃又伤及到肺系，所以这几个方面是常用的一个这个加减方法的参考。伤筋多加天花粉了，本身温病挑变啊，伤筋很多地方也喜欢加天花粉了。热度重呢，加马勃玄参，不仅清热解毒，还能利咽喉。因为银翘散症体现出来的热毒，咽喉是很重要的，是常见的。热伤血络就是说啊，它发病期传变快，很快影响到出血。伤血络是指的伤血的浅层，所以血络。那这种时候有一定的出血现象，要加白茅根、车百叶或者炒栀子这一类，有这种清热凉血止血作用。那当然这个时候呢，里热重了，心而微温，这个发散来说呢，经阶单都是减少了。当然这个时候一般来讲呢也不恶寒了，所以在入里程度多所以血分了，经阶单都是不宜使用。这也说明一个动态的经阶单都是是不是减量，甚至不用，要看它入里的状况啊。这个用它时往往都是譬如口不渴啊，还有胃物风寒明显啊，啊这种时候呢使用要充分反映出一种动态性使用。但你要用像我过去银翘解毒丸这类呢，肯定效果就差了，你就没有办法针对性的来啊加减使用它药物，针对不同阶段了。如果肺系病变引起咳嗽，可以加杏仁苦平平性的用来降肺气止咳了。肩胛会浊，有会浊容易蒙蔽心窍，会浊本身啊首先体现它兼湿，用藿香有化湿芳香化湿作用，郁金既能够啊郁金芳香能化湿，还能开窍保护心神了。郁金也能使这一寒凉药呢凉而不愈啊，凉而不愈，这都常用一种加味方法。